为着让社区更加充实有活力，溪底乡东港社区，这处是第三年申请到由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处所推出的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今年从大岭溪底站以及大岭社区来接受辅导，并以快乐成长、人才永续、服务业老化的三大主题，来大岭三个社区的金主教师来进行培训。107年度的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在溪底乡东港社区的极力争取下，今年是第三度来申请推动，将大岭溪底站以及大岭社区参加一系列培训社区金主教师的进阶课程。希望是说以全新的面貌来展现我们有活力、又漂亮、又有这个生动的一个社区哈，希望能够布置起来的话，用不同的感官来方式，让来到我们社区来上课的所有的长者们都有一个全新的心情，这样子快快乐乐来上课。第三年的金主教师培训课程，正改来学习社区活动的会场布置，一开始就为装饰用的大型纸花来做起，还可以的，手嘛也帅的啦。要会叮当了。对啊，如果说有客人啊，我们的活动中心就可以布置啊，就是可以把它布置得很漂亮，学以所用。那也可以省下的很多的我们平常可能要花很多钱布置干嘛，但是我们自己做，然后又可以自己布置，不管是家里面啊，或是说很多活动的场地啊，然后让每一个场域呢都有自己的这个手工的温度这样子哦。延伸去年的小旗舰计划再更进阶哈，那它的优点就是把我们的艺术疗法、还有园艺疗法，甚至团康活动放在会场展览的布置，那增加他们小旗舰如果在成果展或者是有一些各社区的展售活动。动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布置。其中大岭社区是头一次参加社区小基金计划课程，真期待来参与学习以外，这么充实的课程也吸引暨南大学学生做伙来体验。我是希望我们社区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人来学习哈，啊，学习完后把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去，让大家一起动手做这样。因为有老师的带领，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将这个花的作品学起来之后，也可以带回去给社区，然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就是长辈们都可以一起来做，然后我就觉得乐在其中，还不错。参加社区小技巧课程，主持的学员拢感觉真享受，会当学习真实用的知识甲技能，对社区阁会当做好长辈事实，实在有够赞。女子小旗舰，赞赞赞！一直竞选，抢不到。